营养高、效益好看，北虫草是如何给辽阳灯塔的乡亲们带来财富的？铁岭有个胡萝卜村，一年几千万的收入，他们是怎么做到的呢？丹东草莓出爆馆一天卖出10000单，为啥这么牛？草莓吃出蜜桃味，看看这个新品种的草莓卖得怎么样。放弃好工作返乡扣大棚，80后的王一博采摘园里实现人生价值。立足新三农，提供新服务，欢迎收看辽宁卫视黑土地，我是主持人俊峰。您知道这个北虫草是什么吗？有人说啊，是不是这个冬虫夏草啊？别急啊，听说在咱们省内的辽阳呢，就有种这个北虫草的，咱们来看一看。一号文件，春风不断。农村现在条件特殊的好，国家政策也好，把这个园区好好做了，做强做大。新三农充满生机和活力，就是要通过标准化的生产，这样生产出来的蔬菜它才是安全的。很自豪的说我是搞农业的。辽宁卫视黑土地特别节目《春起农家》。钱匣子，着急忙慌的跑啥呀？灯塔，我周大哥打电话说要带我吃好吃的，我听那意思好像是冬虫夏草，我撂电话就来了，赶紧吧，跟我一起找周大哥去。哎哥，我给你打听个人，你知道周春挪家不？啊，就在一转右，我也不太清楚，往前面看看吧。好嘞好嘞，谢哥啊。哎大哥呀，我给你打听个人，你知道那个周春挪家不？啊，知道啊，你往前走，53号朋友他家。啊，好嘞，谢谢啊。来了，钱匣子。哎，周大哥，哎，你好，你好，可找着你了。那个冬虫夏草拿出来吧，咱俩是泡水喝还是熬汤喝呢？我不挑啊，没事来吧。什么冬虫夏草？我也没有冬虫夏草。那你给我打电话说，你这没有冬虫夏草，我大老远来的，我走了。别，回来回来，我呀没有冬虫夏草，但是我有别的，我今天肯定让你吃着好吃的，放心啊。有别的好吃的，那也行吧。啊，行，走，我带你看。一说有好吃的，钱匣子这两眼直放光。走进邹春挪家大棚，就看到工人们正忙碌着，跟以往村里的生产景象不一样，工人正往一个个小盆里注射液体，再整整齐齐地码成一摞。这是干啥呢？咱先带着疑问跟钱匣子继续看看。看明白没你？这就是我要请你吃的。邹哥呀，不看明白还好点，看明白生气呀。这你要请我吃小麦呀？这有啥吃头啊？这个是北虫草，是咱们这儿的特产。哪呢？虫草搁哪呢？你看见这个吧？现在只是接种的过程，还没长出来呢。拿这个培育虫草。对对对对。那拿小麦培育就行了吗？对对对，这个咱们之前呢试过很多种，有玉米了、大豆还有大米。但是呢，用玉米培育的话，它营养不够。用大豆和大米培育呢，它的成本太高，所以最终选择了小麦。看来邹春挪还挺会卖关子，先带钱匣子看看这神秘东西生产初期是咋回事。说起来就是把这小麦蒸熟，然后再把菌种用水稀释后注射到小麦上，经过60到70天的生长期就成熟了。60天到70天，那行，我先走了，周哥。别走，走这不走啥呀？60天70天，我这来太早了，这吃不着啊。你别着急，我这个棚子现在是接种阶段啊，但是我另一个棚子已经成熟了，我一会儿带你上那里看去。有熟的了？对对对，可以吃了。那还等啥？赶紧快走！走，来，你看看这个，这个就是已经达到60多天，马上要采摘了。这个摘下来就能吃了。对，哎呀，长得还挺壮的。答案揭晓，把钱匣子从大老远吸引过来的东西就是这个北虫草。北虫草是北冬虫夏草的简称，也叫蛹虫草或虫草花，是菌结合的药用真菌。因为最开始是从蛹虫身上得到的菌种，故得名北虫草。那曾大哥哈，我看你这棚啊，也挺简单的，这玩意儿是不搁家就能种啊？这个呀，实际上一点也不简单。因为这个从接种一直到采摘，这个过程非常长。而且呢，它非常的娇气。你看我这里边的设备啊，冬天要取暖，夏天要制凉。你看这地热，那边是风机。而且还要随时透气。
钱匣子，你也把种北虫草想得太简单了。这虫草生长的每个阶段都有一定温度要求，比如现在马上要采摘了，温度必须在15到17度之间。再看看这一排排的灯光，也不是单纯的为了照明，在虫草生长一周开始发菌后，就要拿白炽灯补光，这中间差一步都会影响虫草最后的品质和价格。这个就是刚才我刚挑出来的，它不光长得不好，而且它从根部开始往上烂，这样就卖不了了。要不我咋说它非常娇气呢？有一个步骤你做不好，它就会造成这种结果。不光邹春夺家，现在北里大人村的乡亲们很多都种起了北虫草，北里大人村的虫草产业也发展成熟，每家都有自己一套种植经验，巧妙地控制生产期，几个棚交替成熟，一年四季不间断生产。前来订货的客商呢，也是络绎不绝，村里还发展本地的经纪人，更有力地保障了虫草的销售渠道。发往那个南方做这个食用的，南方老百姓都很认可这东西，他们用来那个煲汤啊，拌凉菜呀、啊，煲这个水饺啊，都可以。现在不愁卖这个东西，现在就是说供不应求，你知道吗？全国各地都用这东西，最远的我们往拉萨呀、深圳那边啊都发，像广州一带、厦门一带这都有。邹大哥，这虫草得咋卖呀？这个咱们现在这边分干品和鲜品，嗯，但是呢卖干品的时候多啊、哦嗯，那多钱呢？现在市场价格干品应该在25块钱左右吧，一斤。具体的也得看那个虫草长得好坏。对对对，看它质量。那你这产量怎么样？产量的话，这一茬能产5000斤左右吧。25000斤。哎呦，12万5啊，不少挣啊，周哥。这只是一茬，咱们一年能产4茬。一年能产4茬？对对对。哎呀，这小虫草给你挣不少钱呢。不知道大伙听明白了没有啊？这北虫草呢，全名叫做北冬虫夏草，和这个冬虫夏草还真不是一回事，但是呢也有这个滋补作用。那说了半天这北虫草到底是啥味儿呢？咱们下面就来见识一下这个虫草宴。这小虫草啊，瞅着挺招人鲜，带回去点给大伙尝尝。哎，祥子你干啥呢？啊，没啥事，周哥，我就这寻思这虫草挺好嘛，完带回去点给大伙尝尝。哎呀，你要自己想吃你就说，我一会儿啊给你准备好了，咱一会儿就去吃去。啊，一会儿能吃着啊？能。哎呀妈，那还等啥？快走，快走，快走。钱匣子这回可有口福了，这不，邹春铎转身就带他来到了村里的大饭店，后厨都给安排上了，今天就要来个虫草宴。咱也去后厨瞧瞧，学学大厨的手艺，回家也好拿虫草露一手。第一道北虫草排骨汤，虫草冷水下锅，焯熟后放入先炖好的砂锅排骨汤中，放入几颗大枣提味儿，开锅后继续加热5分钟，一道滋补暖胃的虫草排骨汤就做好了。第二道菜，干煸北虫草，把虫草裹上干粉，过油炸至金黄捞出，起锅烧油，用葱姜蒜干辣椒爆香，放入炸好的虫草一起快速翻炒，干煸虫草鲜香酥脆，这感觉一点都不输肉味儿。第三道，孜然四宝，把芸豆、香肠、牛肉和北虫草过油炸熟后，将油沥干，锅内放入盐、味精、孜然、辣椒等调味，继续翻炒至入味儿就可以出锅了。饭店大厨还给咱们准备了虫草肉丝儿和凉拌北虫草，做法简单，咱就不一一介绍了。最后呢，有个重头戏，俗话说好吃不如饺子，把北虫草和进馅里包饺子，可是咱李大人村的一大特色美食，有股特殊的香味儿，不少外地人特意开车过来，就为了吃这口虫草饺子尝尝鲜。估计这会儿啊，钱匣子已经等着急了，咱快上菜吧。都给你做好了，钱匣子啊，你看这个是虫草排骨汤，哎呀，煲汤啊，然后这个是孜然四宝，其中就有虫草，嗯，这个是虫草肉丝啊，这个是干煸虫草，然后这个是凉拌虫草啊，嗯，还有一个虫草饺子还没上来呢，正给你做着呢。哎呀，虫草有这些做法呢？嗯，现在大伙都说了吗？李大人村有一宝，嗯，名字叫做北虫草。哎呀，我看这吃法做法真不少，吃完再说好不好吧？开吃吧。好，开吃。来来来来，
如今呢都提倡这个食疗，中药材可以变着法呢做成这个补品，又好吃又健康。我看呢哈，这个发展北虫草产业，把这虫草宴呢做出特色来，还真是一个不错的思路。好了，来看今天的谈天说地。咱们再来看看乡亲们又给咱们提出了什么问题了。这位乡亲说，老师你好，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个粤东的辣椒品种呢？商品性好一点，而且产量也要高一点的，麻烦老师给推荐一个。那接下来就有请我们的技术人员给他解答一下。啊，真有这么一个品种。这个品种呢是适合粤东栽培啊，这个产量非常高。辣椒呢还是耐寒性也特别好。这个品种呢是盛寒740，是北京农科院近两年搞出来的一个最新的粤东辣椒品种。这个品种呢有这么几个特点哈。一个呢是辣椒的耐寒性特别好啊，到这个39天啊它也不会缩头，正常结胶。有的品种呢到这个季节以后啊，它的就没有胶了啊，就像咱们老百姓讲的叫歇茶，一个胶没有了，等温度高的时候呢它再长。这个品种不是，这个品种就是到最冷的时候它依然挂胶，就是耐寒性特别好，长势旺。这品种产量很高，一个呢是它胶比较多，再一个一般的品种就是两心式啊，粤东辣椒。这个品种大部分是三心式，个别的还有四心式。果肉比较厚啊，我拿着这个掰开一个看看它的果肉啊。因为四心式的多，所以它的果肉啊心腔多。看这个是三心式的啊，三心式的居多，所以这个胶就是比较压秤有分量。还有好多是四到斤的四心式的。一个生长季下来呢，粤东栽培大概能接到80个辣椒以上，那三个就一斤，算算多少？这一颗秧子是能接的，自己算一下，产量是很高的。颜色属于这个黄绿色，现在的主流颜色。再一个，它这个胶就很光亮，果面光滑，果形顺直。前期、中期、后期，它的果的长度变化不太大，在那个30公分左右吧。盛寒740这个品种呢，市场上特别受欢迎，一般呢它比其他的胶它多5毛钱啊，一般的也得高2毛钱。还有一位观众给咱们留言说了啊，我们家呢是辽西这边的，去年啊有对咱们农民的惠民活动，我看这个种子比较便宜，那今年不知道还有没有实惠的种子，我还想再种一点。好的，那接下来就有请我们的技术人员为他解答一下。我给你介绍一下沈玉801啊。神玉801这个品种呢是5500粒一袋的，一袋是1亩半地，五保苗3800。这个品种呢有几大特点。首先呢它是国审的一个大品种，2015年005号国审的，适应性非常广，黄淮海东华北，抗旱抗倒耐瘠薄，抗大斑病湿黑穗病，综合抗性比较好。这个品种比较适合呢像是养殖户，养牛养猪的比较多的，特别是养牛的，它这个粒啊打那个面子啊蛋白比较高，它的秸秆呢发酵呢牛猪上肥比较快，育肥比较好，所以说那个这个沈玉801非常适应养殖户选择。好的，如果说你有啥没听清的没记住的，或者有啥其他别的问题啊，也可以拨打农业专家热线024-8652-8168。辽宁的沿海地区呢，去年夏天天又热，是湿气又重，那这样的气候条件选什么样的玉米种子好呢？种植新鲜盐马上为您推荐。过来了，小二哥。哎呀，这家差点整漏的。哎呀，你累坏了吧？啊，快放下。二姨新给你磨的大米啊，送来了。谢谢啊，谢谢。那我走了啊。不是你别走啊，正好我找你有点事儿呢。你找我啥事啊？啊，你家今年准备种点什么玉米种子？还种苞米种子呢？啊，苞米的都打算不要了。那去年俺家那情况你也不是不知道，那家伙旱的，那没收啊。今年我寻思了，自己搓点苞米粒扔了得了。那你那不行啊，那没有你那么种地的，咋的？俺隔壁那老王，那苞米种子买老贵了，那不一样没收吗？不种。啊，选种子吧，不是像你这个道理，啊，不是种子贵于贱，
主要它得适合你这个地区，适合你这个区域。嗯，啊，你去年呢就是不相信我的，我给你选那种的你不相信，你看啊，顺东头啊老李大哥家那个苞米，人家还没减产还增产了啊。我去年呢给他介绍这个品种叫凉园388。嗯，啊，这个品种呢特别的抗旱，而且耐高温。它的抗旱主要体现在什么地方呢？主要它根系特别好，抓地抓地非常深，而且抓地抓地牢，就能把地下更深层的水分它能吸收上来。为什么说它适合大连地区呢？本身就是耐高温而且耐高湿一个品种，不会出现青枯病这个情况。大连区域呢就是卖凉晚，一般说没有说种完地直接就卖凉的，存放到来年开春再卖啊也可以。因为它水分干，到来年开春的时候呢它也不掉什么分量。你正好我这有一个开袋的另外三八八，我拿来让你看看种子质量怎么样。啊，你看它这个种子质量嘛就非常的匀的，因为它是精挑细选的。而且吧，另外三八八这个种子不光你大连能种啊，就是所有的辽宁沿海地区它都可以种植，而且种植表现得非常好。嗯嗯，你小安哥你干啥呀？你这往兜揣。我没往兜揣啊，我没往兜揣，我是啥意思呢？啊，我搁这儿吧哈，这眼神有点不太好，我得吧回家就仔细看看，让我这个二姨啥的都看看。我没往兜揣，我不是那意思。你别揣了，别揣了。你说你这二姨这大米都给我送来了，你镇那边这点种子你拿去看去看去，行吗？这点种子你拿走吧。你早说呀，你快点的、啊，这几个闪子都给我装去了，装起来。那啊，我今年就种它了。完，我要是产量也高呢，哈，我到时候大米哈、还给你多送来两袋啊、啊，得了，贾二哥，走了啊，郭老弟，拜拜。选种子呢，得根据当地的这个气候条件来选，有些地方呢风特别大，就得选这个抗倒伏的品种。接下来呢，咱们就给大家伙介绍一个抗倒伏的玉米新品种，让种植户呢不再这个害怕大风。哎呀，收农资现在开了，这一开春是不是心情都好了？眼下呀，就是各家各户选种子特别忙的时候，不知道你家种子选咋样了？今天我到这地方啊，是辽阳市的蛤蜊村刘大哥家，咱看看他家种子选咋样了。走，刘大哥，哎，刘大哥在家呢。哎，你好，你好，两天没事。怎么样？去年种地种咋样？种地还可以，但是就有点小毛病，有几波倒伏，好像倒伏现象。有倒伏的。对对对对。倒多些啊？倒，我那反正倒面积不大。嗯。我也就倒十多亩，能倒一亩左右地儿吧。那它倒了，它也影响产量啊？那必须影响产量啊。是不？这一亩地不打不打，我还得说少打个千八百斤的吧。啊、不老能就是这么事儿，你千把斤，哎，好几百秒了。那可不咋的。那今年这种地眼瞅就选种子了，那你咋打算的？我咋打算？我找你们就找你们呢。啊，现在我自己我不知道什么品种好啊，得必须你们给我介绍哪品种呢？抗倒伏了，又耐旱了，这都是关键的，能成的关键事儿，是不？看看有没有啥新的品种。对对对，最好是新品种啊，因为老品种俺都种。多少年了啊、最好更新一下换一下来呀、是不？对，妥了，刘大哥，你这问题我听明白了。就是这刘大哥还真是有勇气啊，得是新品种，还得解决这抗倒伏的问题。这不，二丫来到农科院问专家来了，咱听听专家咋说的。今年我们沈阳农科院呢推出一个特殊抗倒的一个品种，叫沈农大 L570。这个品种呢，它首先一点，去年我们在2018年在昌图地区，我们那个进行了田间测试。昌图地区本身通江口，风非常大，所以说很多玉米的品种在那块呢都经受不住台风啊，或者是那个大风来的时候，这个抗倒伏能力都比较弱。咱们这个沈农大 L570今年在昌图咱们通江口啊，今年表现的就是没有倒伏现象。就说这品种抗倒伏具体体现又有哪些呢？它的这个株型非常好啊，它的株高呢非常低，它是2.7米左右的，2.67米到2.7米左右的株高啊，穗位呢分布呢也非常合理，在1米左右的穗位，这样一来呢它就会比较稳啊，果穗结的越高抗倒伏能力越差，果穗结的越矮抗倒伏能力越强。
啊，再往下说呢，就是它的一个强大的根系了啊，它有着超强的这个霸王根啊，抓地抓得非常牢，它这个底盘的那个面积就像大树似的，大树的根系呢就非常远，它的这个毛细生根啊就非常多，这样以后呢很好的把锁住了啊周边的这个啊土，所以说它的抗倒性啊就特别的强。大连地区啊，还有丹东的东港地区啊，葫芦岛地区啊，辽阳地区啊，这些出现这种高峰地带的地区呢，都可以种植咱们这个沈农大 L570，它是预备一个稳高产的一个品种。怎么样，咱黑土地的服务还是挺到位的吧？说问呢，就得给大家伙打听的明明白白、清清楚楚。赶明啊，我还得带着技术人员上刘大哥家，给他做专门的指导呢。您呢，就请好吧。胡萝卜咱们都吃过哈，可能有的乡亲们还有印象哈。前几年呢，有的村呢，全村人都种这个胡萝卜，最后一毛多钱一斤都卖不出去。可是现在在这个铁岭呢，有个十里村，却靠这个种胡萝卜致富了。一年效益好几千万，那人家这胡萝卜它是咋种的呢？阳春三月，对于乡亲们来说正是忙碌的时节。这不，铁岭昌图平安浦镇十里村的乡亲们一大早就都忙活上了。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就是种子变馅，现在这个种子都是说老百姓在咱们家买的，完放到咱们家，咱给它变成馅。您别看眼前这些胡萝卜种子现在不起眼儿，用不了多久它们就会变成可以让乡亲们发家致富的小人参了。而早些年的十里村可并不是这样，乡亲们都是以种玉米和外出打工为主，是个实打实的贫困村。要发展什么产业才能让小村子富起来呢？由于我们这个村呢是处在地理位置是纬度42度，另外呢，我们这个土壤相当松散，并且呢，我们这个地下水资源相当丰富。另外我们这个村民呢比较勤劳。过去呢，我们呢在房前屋后有零星种植胡萝卜的习惯。就这样，我们就是想出了这个大棚种植胡萝卜这个项目。要说在自己房前屋后种点胡萝卜，那是没有问题的。可是，一下子要在大棚里种胡萝卜。村民们都是心存疑惑，谁也没见过呀，投资进大棚的钱万一收不回来可咋整呢？这个时候，这些村干部们帮忙解决了大棚的问题。优惠政策给我们十里村竹竿子、铁管，就竹竿子白给，铁管呢有80块钱一根，60块钱一根，给就是上面的优惠政策给了多些呢？给农民才20块钱一根。喊破嗓子不如甩开膀子，马春丽和几个村干部决定要当这个第一波吃螃蟹的人，带头种。没想到那一年真是给乡亲们打了个好样，种出来的胡萝卜还真是各饱各质量好，效益还是种玉米的6倍。然后我们这个胡萝卜到市场销售时候啊，供不应求，质量特别好。这一下把大伙儿的积极性都调动起来了，纷纷都开始种上了胡萝卜。与此同时呢，村里还负责基础设施的搭建，砂石路、看护房、方塘、打大口井等配套设施一应俱全，并组建了种植协会，专门为那些正在种植或者是想种植胡萝卜的乡亲们提供交流平台，定期邀请胡萝卜专家讲解种植技术，为乡亲们提供技术保障。我们实现了冷棚种植，就像咱们这个大棚种植。另外呀，我们这个整地都是机械整地，过去都是人工用铁锹饭，现在机械整地。第三个呀，我们都是那个土粪施肥，我们这完全是能加肥，不用化肥。另外呀，我们这个是滴灌浇水，大家看到我们这个都是用滴灌浇水，并且这个滴灌浇水都是用遥控器控制的，直接人不用进棚子，也不用推，都不用推闸，直接一摁那个遥控器，我们就可以需要浇水就浇水。另外呀，我们这个都是除草，都是人工除草。自身硬件跟上去了，十里村又开始注重胡萝卜的质量和产值，不断的更新品种。这几年，村里还为胡萝卜成功的注册了申宝牌商标。全是引进的新品种，我们的品种是新品种，啊，不是种以前那个老五英那个小胡萝卜，
不好，而且眼皮还大，口感还不好。那李丽吃点就像有柴火似的。现在这个品种口感吃的还脆还甜，里头胡萝卜胡萝卜胚芽素还多，营养价值高。我们都有森宝牌那个胡萝卜认证书，都已经经过国家批准的。产业越做越好，不仅得益于对技术质量上的精益求精，更少不了乡亲们的齐心。为了让十里村的胡萝卜在市场上能够立于不败之地，大伙儿可以说是抱成团闯市场，想尽一切办法来提高经济效益。现在全村一共有70多个冷库，一次性能储存胡萝卜200多万斤。胡萝卜卖不了的，我们可以储到冷棚里，价格好了就卖，价格不好呢就储上。另外呢，我们还能保鲜。另外，我们这冷库呢还能错季上市。所以说呢，那个实际先聊我们这个胡萝卜啊，从种到收，以及在销售到储存，形成了一条龙。现在十里村的胡萝卜能做到四季上市，已经成为了当地的支柱产业。马春丽最初的愿望也终于实现了。现在的十里村可以说是打了一个十分漂亮的翻身仗。以前呢，我们村这个棚子呀也没有这些，路啊也没有通往这些个，包括能基础设施呢也没达到这个程度。现在我们十里村这个天天地头都是水泥路，村民呢就是在连雨天气穿着拖鞋走到天天地头，脚都不沾泥儿。另外我们这个是呢，每块地都有电，每块地都有井。现在十里村每年从这里能走出去8000万斤的胡萝卜，纯收益能达到5300万元。而此时正是新的一年春耕时，十里村的乡亲们更是动力满满。还有不少村民今年还选择了扩种，又扩种了一晌地，我又包了一晌地，10000块钱一晌，是包了15亩。啊，为啥？多发点，多发展，多包点地，多挣点钱。你像我去年收入15万，今年我又增加这些，就得还得增加个7万8万的。当草莓好吃，我们都知道哈，在网上卖呢也早就不稀奇了。有一款草莓呢，一天能卖出去10000单，这么简单一算呢，一天大概就能实现100万的产值，这得叫爆款了吧？那么怎么卖的呢？一好文件，春春不断。农村现在条件特殊的好，国家政策也好，把这个园区好好做了，做强做大。新三农充满生机和活力，就是要通过标准化的生产，这样生产出来的蔬菜它才是安全。很自豪地说我是搞农业的。辽宁卫视黑土地特别节目《春起农家》。丹东东港圣野果园合作社的理事长马廷东可以说是咱黑土地的老朋友了。今年的草莓季，马廷东的电商草莓给了他一个惊喜。天猫年货节首日我们就突破了10000单的销售量。10000单是啥概念呢？一单草莓3斤装，10000单就是30000斤。按照当时的售价来算，一天的产值就是100万。就听到那个订单声音噔噔噔噔噔，那简直就是跟听音乐似的，特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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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兴奋。以往一年可能能卖个10000单就不错了。在东港，利用电商销售草莓已经有几个年头了。电商卖草莓可以提高卖价，增加利润，还可以传播品牌，吸引回头客。这几年随着物流和包装的不断完善，草莓呢是越卖越远。东港的果农凡是会用智能手机的都在尝试电商销售，但是与线下大批量的走货相比，电商的销售量依然非常有限，而且电商对果品和售后的要求非常高，所以一直难成规模。那马廷东是怎么做到电商销量突然暴增的呢？几个方面吧。第一，我就觉得现在因为经过前十年那个资本的这种积累吧，中国的消费者培养成了在网上购买水果的习惯，这个习惯是很难得的。第二个就是现在因为我们常年在做供应链，在做商场供货，我们这个供应链能力比较强大，所以这个又导致了我们在这种环境之下我们能迅速适应。第三个就是现在我们有一支比较专业的电商运营团队，所以通过这几点我们就是今年就爆发式的增长。一直以来原产地农产品电商都存在两个问题，一个是草莓等农产品是季节性商品，无全年供应链，
人力物力都会出现大半年的空闲。另一个就是缺少配套运营团队，这里包括线上店铺的管理以及分拣包装的完善。而这两个问题今年在马亭东这里都得到了解决。基本上到后期啊，让四月份往后，我们草莓全要预冷，要把果实温度降下来之后才能通过冷藏车去发走，再就是通过空运去发走。所以这两个物流方式决定了我们可以运得更远。那么一直到六月份，我们现在鲜果还可以发到南方，所以它这个产值啊，它这个价值就体现出来了。从十一月到次年六月都可以发鲜果，延长了供应期，就可以稳定住客户。在运营团队上，今年东港成立了农产品电商服务的专业团队，成为了马亭东的运营智囊团。在各方的共同发力之下，马亭东的团队今年对接上了天猫水果综合店，天猫平台自带的流量成功的让更多的人认识到了东港草莓。小学你看，这个就是我们当时今年天猫年货节的特制的那种包装，当时是天猫所有店铺当中水果类目里哈唯一一个超过100万的店铺，所以非常兴奋。很多人说马亭东这次的爆款销售要感谢天猫的大流量，但是天猫也不是随便选择产品就可以上线的，它要求产品必须有质量保证，而且要有新意有卖点。可以说这次的爆款也要得益于马亭东十几年间对产品品质的高要求。咱们店上这个哈，一定要现在，因为现在温度高了，一定要把成熟度掌握好哈，熟度大的都不能往里放，都要小白丁和粉丁的啊。今年不光马亭东的电商发展得好，整体东港草莓的电商销量都有所提升，而且卖价也特别好。我认为哈，从我这个个人角度看，是两个方面导致的。一个是今年我们东港草莓的电商发展的特别迅猛，增幅特别大。第二就是今年南方的天气，因为连续的阴雨三个月基本没有什么晴天，导致南方的草莓产量急剧下滑。所以给我们东港草莓提供了非常好的机会。东港草莓发展到今天，无论是种植技术还是产量都达到了一个稳定期，马上要面临的就是一个品牌升值期。电商作为一个新兴销售渠道，人人都看到了它背后带来的利润空间，但是如何提升质量，提升服务品质，如何建立高效完善的供应链，将成为品牌发展需要逐步解决的问题。经过十几年的积累，我们相信东港草莓的电商路将越走越远，越走越宽。东港的草莓产业发展得越来越好，可是有原因的。除了名声在外的九九草莓，还有一些草莓品种很有特点，比如蜜桃味的草莓，您吃过吗？您平常能叫得上口的草莓品种有哪些？辽宁品牌红颜九九，实力品种艳丽还是张姬、杏香？今天再给大家介绍一个新品种，就是眼前的这个小可爱。有观众可能就说了，这不就是没成熟的草莓吗？那您可错了，它不但已经成熟，而且口感还相当独特呢。小徐你看，这个是我们那个桃心的提纯品种，我们起名叫桃姬。它就是有一股非常淡淡的那种水蜜桃的味儿，比较适合这个少女和孕妇的喜欢。桃心草莓的老家在日本，也是近几年才落户到我们国家。粉红色的外表，蜜桃味的口感，简直就是专为女性打造的一款草莓，可以满足你所有的少女心。那这么娇嫩的品种，管理上是不是也更难呢？它的管理上不是特别麻烦，但是它前期的苗的长势需要给它进行一个提升，然后对这个果形这块需要特别重视一下温度控制。所谓的温度要重视，主要是因为与普通种植的红颜草莓相比，桃心花期乃低温性弱，这就要求大棚的温度要比红颜高一些，而且桃心的开花结果期也相对会比红颜草莓滞后一些。虽然上市没有红颜九九早，但是今年桃心的产量还是非常可观的。除了开花结果上存在差异，我们记者在品尝的时候还发现了一个小细节。我这个草莓怎么是空心的呀？我就知道小徐你会有这个疑问哈。实际上这个桃心呢，空心啊是它品种的本身的特性，并不是采用其他外面的外界因素干扰导致的，所以这个你可以放心的吃，绝对没有问题。上野果园草莓合作社主打红颜九九草莓，
为了实现品种多样化，从去年引进了桃熏品种，所以目前种植面积呢还比较小。但是就这么小面积的种植，却给草莓种植户带来不少惊喜。核桃价钱是30块钱一斤，以前就是刚刚开始推向市场，我们在网上卖的还是比较好的，现在超市也开始逐渐认可这个品种，开始进行推广了销售。品种的差异化带来价格的差异化，农业也需要不断创新，农产品也需要不断制造惊喜，才能得到更多消费者的青睐。俗话说物以稀为贵，有特色的新品种谁不想尝个鲜呢？本溪呢有一个80后的新农人叫王一博，搞了个生态采摘园，园里种了各种各样的瓜果蔬菜，可以说五花八门。而且呢，他种水果蔬菜的理念和别人很不一样。那么区别在哪儿呢？他们站得更高，看得更远，他们以新知识、新理念、新样态打造新农业，他们以新形象、新追求引领乡亲们寻求新改变，他们曾经叫大学生、留学生，他们曾经是各界佼佼者，而今他们有一个响亮亮的名字，新农人。辽宁卫视黑土地特别策划《广阔天地三部曲》之《新农人》。一博呀，可别吃了，一会儿罢园了。妹子，你不知道，我每天都这样。有人说你这吃的多幸福，多享受，不是。我是替咱们老百姓吃的，我得知道今天的草莓口感怎么样，甜不甜，好不好吃。只有这样事我替大家吃完了，我卖出去才放心。所以每天我都这样事来了，我第一件事就进来品尝草莓。今天的草莓确实不错，所以今天卖的也不错，今天销量也特别好，所以今天特别高兴。他叫王一博，地地道道的东北小伙子，典型的80后，独立自信，敢于接受新鲜事物。从去年开始，在本溪市名山区高台子旧海岭村经营起一家生态采摘园。初生牛犊不怕虎，在种植方面没啥经验的他，开始了一次大胆的尝试。草莓、桑葚、大樱桃、火龙果、小柿子、铁皮柿子、葡萄我就分了很多种，有辽峰，有红醉金香，还有马奶葡萄，还有提子。然后我们这个种这些品种呢，就是为了丰富一下老百姓，让他们周末有时间带一家老小到我这来采摘，然后吃得更乐趣一些，吃得更放心。王一博把采摘园里的18栋大棚规划的是井井有条，水果蔬菜品种很全，游客想吃啥通通满足。现在正是草莓的采收季，一棚棚草莓长势喜人，果实鲜红饱满。但是王一博，你这大棚里撒的都是些啥呀？好多人到我们这生态园一进来的时候，第一个映入眼帘的除了绿色的这个草莓苗以外，就是这个黄颜色的稻壳子。这稻壳子起到一个什么作用呢？就是废物利用，因为它是从水稻磨下来的壳子，然后我们呢通过收集把它放到我们的田间地里边。这稻壳起到什么作用呢？就是既防潮隔温还能保暖，然后第二年呢在翻地的过程当中可以起到一个增加肥料这么一个效果。所以呢我们这个生态园的这个稻壳子要比其他的园子更有特色。穿行在王一博的草莓大棚里，你会发现地上铺满了稻壳，可别小瞧了它们，这可是王一博的秘密武器。废物利用，省钱还环保。我这个棚子正常呢是666平，大概是1亩地。那么我们棚与棚之间呢一共有72垄地，那棚与棚这个垄与垄之间大概有200到300的宽，然后呢深度呢能达到10，这个大概能用这个稻壳子大概能用500斤左右，也就是半吨左右，基本就是这个样子。王一博始终坚持绿色有机的种植方式，把稻壳铺进温室，从定植到施肥再到后期管理，他对品质的追求甚至到了苛刻的程度。小的不能留那么多，留那么多果型不好，果儿不那么大，那坐果也得输掉，一颗只能留2到3个。最开始来的时候吧，不了解，就觉得这个棚里边应该多留点果，后来发现通过这1-2年的经验，发现留的果越多反而对草莓的这个销售啊包括卖不是很好一个现象，因为让这个果吧长得形状不好，所以卖的也不好。所以我们正常的一个棚子大概也就是3500到4000斤左右。蔬花蔬果绝不心慈手软，降低产量提升质量，
在种植过程中，作为试点，还有人专门给王一博把关。我们这块的草莓呢，是有政府来正常一个职能部门来监管，他们是每一个季度要到我们这个园子来抽样。那他们在抽样的过程当中，会对我们的一个土壤，包括我们用的水，包括我们用的苗子，你们可以看，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的叶片非常的厚，而且颜色呢非常的深，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我们在选择肥料的时候是非常的用心，而且我们这个肥嘛都是有机肥，和你正常在别的草莓棚里看到的是不一样的。不光是稻壳，采摘园里的新鲜玩意儿还有很多呢。这个是一个紫外线杀菌灯，就起到一个杀菌除害的一个作用，能让我这个园子的这个果苗能少受一些损失。杀虫我们现在已经不用以前的土办法了，人工，我们现在都通过这种高新的技术，新农业新产业嘛，然后我们就在棚与棚之间我们都会设了这么一个杀菌的紫外线夜间灯。边种边积累经验，王一博在这个采摘园里可是倾注了全部心血。看到他放弃了当初的好工作，每天穿梭在田间地头，家人的态度可想而知。我儿子刚开始是做财务工作的，是一个特别稳定的工作。从去年开始，我儿子就想干这个采摘员。刚开始的时候，我们做家里确实有点不理解，因为他干的工作特别稳定，突然间想干这个，作为家里呢就很有风险，不知道他将来干这个能不能行。看着儿子每天吃苦受累，当妈的也是看在眼里，疼在心里。你说做母亲他能不心疼吗？家里事活他也管不了，所有的什么包括孩子学习，包括家里所有的吃喝拉撒，我儿子从来没管过。在生活上基本上全是我付出，包括他也孩子学习，包括家里的生活，我儿子从来没管过。没有周六，没有节假日，包括三十儿初一我儿子都过来，一心就扑在他这个事业上。作为母亲来说，你说能不支持他吗？王一博的坚持让家人的态度开始发生转变，最后全家总动员陪着王一博一起创业。有了亲朋好友的支持，王一博干劲儿更足了，一点点学习技术，积累经验，下定决心一定要干出个名堂。这一个是辽宁省农科院，一个是沈阳农业大学，现在提倡的叫新农业，新科技。你看我这块土地没？这块土地就是我今天跟农大农科院搞的这样一个实验田。我希望通过他们的这样一个技术上的支持和辅导，能让我这块土地啊，今年能起到一个意想不到的效果，能让它呢有一个更大的一个收获。凭着对农业的热情，王一博在这条创业路上坚定地向前走着。但是在他心中一直都有一块心病，事业家庭无法兼顾，心里呀满是愧疚。这个种的有油菜、菠菜、新生菜，还有香菜，没办法，因为这个园子里边这些活儿，这自己要不上心根本就不行，所以有的时候觉得其实挺亏欠自己家里人。今年过年，大年初一歇了一天，实在是没办法，媳妇儿说得陪陪家里人。所以有的时候其实心里边挺酸楚的。最开始做这个生态园的时候，其实心里还是挺迷茫的，不知道下一步会是怎么样，也不知道自己到底有没有能力把这个生态园干好。但是一路摸爬滚打过来，觉得自己的选择还是没有错的，特别是家里人还支持我，包括爱人呢，包括孩子，包括父母，觉得我在这块应该是能大展身手。所以呢，通过这一年来的努力，现在园子的这样一个建设，觉得还是干得挺不错的，没有什么后悔不后悔的，觉得既然选择了就应该爱他。短短一年时间，王一博把生态采摘园经营得有声有色，凭良心做农业是他的初心。为了一个绿色的创业梦，年轻的王一博正一路奔跑向前。节目最后呢，还是要提醒大家，我们的合作社联盟呢是不收费的啊。最近有人冒充我们黑土地栏目的工作人员，跟一些合作社的联系并收取费用，大家一定不要轻信啊。再说一遍，加入我们合作社联盟呢是免费的。好了，我们的热线电话呢是02423186。